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建林，欢迎各位收看《看见未来》。今天是2016年8月29日，星期一，又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新的开始啦。今天的台子期呢？今天的台子期精彩哦。今天的震荡幅度还蛮大的哦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早盘的这个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早盘呢？开低35点。开低35点，直接就开在9045哦，9045。然后开盘之后呢，开盘之后先进行了一段震荡整理，先进行了一段震荡整理。9点12分，看到了今天早盘的这个高点，9075，9075，9点12分，9075早盘高点。9点半之后呢，9点半之后呢，盘势直接就怎样，急转直下，急转直下，一路杀，一路杀。短短的15分钟之内，9点半到9点45，9点45看到今天早盘的这个低点了，低点8948，8948，将近怎样？将近120点的跌幅啊。那后面呢？后面再慢慢的做跌幅收敛。今天呢，这个盘，今天这个盘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开低之后区间震荡洗盘的格局。今天这个盘。今天这个盘，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什么？下午1点钟了，下午1点钟了。我们现在回头过来看回头过来看，大家看到这个盘，看到这个线形，心里在想什么？看到这个线形，心里在想什么？各位今天如果想赚一段的话，最想赚哪一段？是不是这一段？这一段怎样？急杀嘛！这一段急杀、啊，这一段当然是回头过来看，最想赚的就是这一段啊，空下去，然后呢，马上获利入袋。空下去，马上获利入袋。这一段是不是就是各位今天最想赚的一段？那各位。今天这一段有赚到吗？各位，今天这一段有赚到吗？方向决定输赢，方向决定输赢，讯息才是什么？决定胜负的关键嘛。今天，如果你觉得要做空，然后没有去做，你觉得要做空，然后没有去做，结果呢？看着它。一路杀，然后呢，杀破了9000，才在那边追空，继续追空，继续追，然后呢，结果现在在干嘛？收敛跌幅啊！方向方向可以决定输赢啊，但是讯息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嘛，讯息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有掌握到这个空方机会点吗？我们今天当然是掌握到了。来，9点21分，导播请放大。9点21分，目前期指在9060附近，直接市价放空一笔，两口大台，停损25点。我们9点21分就怎样？9060空单进场。就掌握了今天的空方机会点嘛？9点21分啊，各位，9点21分盘还在干嘛？整个盘是什么时候开始杀的？9点半之后才开始杀的。9点21分，我们在9060放空，来对价对时。9点31分，10分钟哦，1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讯息发出去，10分钟的时间。9点31分还有多少的成交价？9061啊，还有9061的成交价、啊，所以这笔单9060的空单一定怎样？一定做得到嘛？绝对是做得到啊！当然各位可能心里想说，老师你们不是都是怎样早盘就会出手了？没错啊，我们是早盘就会出手啊。我们早上确实是
又有做一笔单，好，8:51，8:519048，我们先放空了。但是这笔单怎样？我们严守纪律嘛，专业操盘严守纪律，好，9048，25点停损的话是多少？9073，今天最高9075，我们绝对不会怎样，哦，绝对不会啊，差两点啊，凹一下，哦。如果各位要找的是会凹单的老师，其实可以不用找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散户就最会凹了嘛，哦，散户自己就最会凹了，啊，何必要找凹单的老师呢？我们是怎样？绝对是，哦，专业操盘，严守纪律啊。我们绝对是专业操盘，严守纪律，看法分析可以弹性处理，但是操作纪律绝对不能怎样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虽然我们第一笔单怎样被洗出场了，但是我们还是9:21帮我们的会员朋友掌握了怎样今天大获全胜的这个空方机会点嘛。9:21，目前期指在9060附近，直接市价放空。9:21，我们空在哪里啊？空在这个位置啊。当然，好，9:30之后，我们就是在干嘛？看着它跌啊，等着看什么时候停利而已啊。知道要做空没有用，哦，知道要做空没有用，实际上是什么？要下去做啊，要下去做啊，下去做啊，市价单啊，目前其实在9060附近，直接市价放空啊，下去做才有用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怎样？空单在手嘛，空单在手。那空单在手，哦，要在哪边停利出场？各位也不要忘记了，哦，我们除了有我们的什么市价讯息之外，哦，我们的操盘模组帮我们判断多空，哦，有这个市价讯息。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我们还有我们的软体嘛，帮我们计算什么支撑跟压力点位啊？我们也会分享给我们市价会员今天的支撑点位啊。今天8:46。各位注意，8:46哦，8:46，我们分享的支撑点位是多少？区间震荡满足支撑，8991，8991，哦，那很简单啊，这两句哦，大家应该都背到非常熟悉了。多单停利看压力，空单停利看支撑。那我们今天做什么？我们今天做了什么？我们今天做了空嘛，9:21，9060附近直接市价放空啊。那支撑在哪里？支撑在哪里？8991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笔单，我们今天这个第二笔单，9060到8991，两口单138点啊。当然，如果我们，哦，我们也不会怎样，也不会把前面这笔错误的单忘记嘛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哦，今天第一笔单虽然错了，但是第二笔单9:21，9060空单进场，到9:36的时候，哦，15分钟的时间啊，9:21我们空单进场，9:36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我们的区间满足支撑8991，15分钟的时间。两口单就138点了，就算是扣掉前面的什么，因为纪律操作停损的部位也有多少，今天也有88点啊，88点1.200啊，88点1.200啊，今天88点，周末。有把握机会的观众朋友，周末有把握机会的观众朋友，好，今天呢，
又把八十八点带回家了。今天又把八十八点带回家了。一点多少？两百啊。当然，我们这边还是要强调，强调什么？我们绝对不是在用什么绩效在招揽客户哦，我们绝对不是在用绩效在招揽客户，我们都是怎样在做什么专业的哦当冲操作、哦，我们都是在分析专业的当冲操作、哦。来，投资金鱼，看见未来所有节目内容，仅只分析各种操作模组的涨跌点数机会，并非论述实际操作绩效点数。不同模组策略将有不同结果，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并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各位今天是不是觉得没有赚到这一段很可惜？没有赚到这一段很可惜。散户交易期货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？看对不敢做，看对不敢做，然后呢？做错之后怎样？做错不认错，凹单。看对不敢做，做错不认错。为什么会赔？为什么会一直被洗出场？或者是怎样？凹单，凹到不可收拾，没钱可以补了，没钱可以补，哦，被券商断头。都是什么问题？看对不敢做啊，做错不认错啊。那今天如果是跟着我们做的朋友是怎样？纪律操作，然后呢，把握机会大获全胜嘛，把握机会大获全胜啊。空在这里把握机会了，然后呢，大获全胜嘛。只有今天吗？当然不是只有今天啊，我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，用对的策略嘛，我们的操盘模组啊，来帮我们判断多空，然后用对的工具，我们的软体啊，帮我们计算支撑跟压力点位。有了多空，有了支撑跟压力点位，是不是就可以对每天的盘势做出规划了？是不是就很容易做出对的操作了？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呢、欸，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、啊、我们的这些策略跟工具都是在干嘛？我们的策略跟工具都是在帮助各位怎样掌握这个当冲的价差、啊。当冲操作的精髓就是要掌握价差、啊。我们这个工具跟策略就是在帮助各位掌握价差、啊。上个礼拜。我们每天当冲，每天当冲也是有不错的战绩啊，396点都是怎样？就是运用我们的操盘模组跟我们的软体，每天早盘的时候做出规划嘛，每天早盘的时候做出规划，很自然就可以有什么对的操作啊，就有不错的战绩啊。当冲操作不是不会赚钱啊，是会做跟不会做而已啊，会做跟不会做而已啊。想清楚，各位缺的是什么样的资讯啊？是那些精美的解盘分析报告，还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实战多空讯息？各位缺的究竟是什么？想清楚，把握中场资讯。稍待一会，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。好妈妈，用心即用心，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，庆祝好妈妈50周年庆，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，欢迎选购。实在太划算了，林老师破盘价，挑战最低门槛，一个月短天期40价，只需要8800。只需要8800即可体验专业操作，节省投资人荷包，用更低的负担享受。
秀更专业的操作，迎战当冲立即行动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挑战极限无上限 Peugeot 308 GTI， 即刻入主 Peugeot 全车系，可享最低零头款及低月付专案。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数不见零，见零不见数吗？证券期货双分析师林老师带您纵观全局，期货市价群组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策略班，股票特别会员，多元选择，旗鼓双赢，让您运筹帷幄，掌握多空关键。快拨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黑是元气，黑是力量，爱见黑豆水 ，Black is power。我的元气，我的力量，健康新豆力。爱见黑豆水实在太划算了，林老师破盘价挑战最低门槛，一个月短天期试吃价只需要8800，只需要8800即可体验专业操作，节省投资人荷包，用更低的负担享受更专业的操作，迎战当冲立即行动，02-2578-3777，沈陈敏玲，让家厨变大厨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各位回到节目现场。上半段呢，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天早盘的这个专业的当冲操作。我们的会员朋友今天又搬了88点回家哦。那下半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来看一下这几天这个走势图。上礼拜四，8月25号哦，8月25号这一天怎样？大涨吗？大涨。然后呢？上礼拜五26号小涨，都是怎样开低之后盘势一路向上，都是一样的走势，只是26号小涨。到今天呢，今天大跌之后，怎样跌幅收敛嘛，各位的老师好，各位可以打开手机看一下，各位老师最近在做什么事情？各位老师上礼拜四的时候是不是带各位做空？各位老师上礼拜四的时候带各位做空之后呢，有没有一路凹单？然后呢？熬到今天终于怎样松一口气哦，终于杀下来了哦，讯息里面一定很开心哦，什么看很久了哦，就看这一波，然后结果两个小时之后哇跌幅收敛。如果各位老师哦看错方向哦，看错方向没有关系啊，人都会看错嘛哦，老师不是神，人都会看错，看错方向没有关系。但是各位老师，如果带各位做错方向之后，还怎样？还一路凹，如果要去跟会凹单的老师，那为什么不自己做就好呢？会凹单的老师
跟散户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市场就是什么？解盘师太多嘛，解盘师太多嘛，操盘手太少啊。解盘师就是什么？做错单之后，还要等，还要看，然后呢，等了之后，看了之后，有赶快处理错误的部位吗？还是怎样？选择凹单，开始找理由、找借口，或者是什么，搬出各种理论，说怎样一定会跌。这个是一个期货操作，一个专业的操作者应该要有态度吗？真正的专业的期货操盘手是怎样？跟着盘势做嘛，跟着盘势做嘛，跟着盘势做多，跟着盘势做空嘛，应该是这样做吧？跟着盘势做多，跟着盘势做空吧，而不是怎样逆势。然后逆势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找理由，还带着会员凹单，继续留着错误的部位。参与金融市场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赚钱啊！参与金融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啊，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不要违抗市场，不要与报价争辩。当然啊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种，还有哪一种？看到盘涨上去了。然后呢，赶快挂多单，刚才挂了滴滴的，什么都做不到，一样，看到盘跌下来了，赶快挂空单，什么都做不到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没有操盘能力啊，没有操盘能力，没有信心，做了单，或者是挂着远远的价位，根本不敢做，这种老师还是回去怎样？回去带股票吧。那我们是怎么做？上礼拜四我们怎么做？上礼拜四我们一样啊，9:018975附近直接试价做多嘛。上礼拜四我们在什么地方直接试价做多？直接试价做多。而且各位不要忘了，那一天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一笔多单留仓，所以到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样，8:559048附近直接试价做多。上礼拜五，所以到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手上有什么？上礼拜五，我们出手之后，我们手上有三口多单啊，我们一笔就是两口大台嘛，所以我们手上会有三口多单嘛。然后那三口多单我们是怎么处理？那三口多单我们怎么处理？我们在11:27的时候就直接出场啦，我们就全部都清掉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上礼拜五晚上有个人要出来讲话嘛，有个人要出来讲话嘛，何必去冒险呢？何必去冒险呢？我们就把多单全部出清啦。11:27，目前即使在9081附近，所有多单部位，不论当冲或趋势单，全部停利出场。该避则避嘛，我们不赌行情啊。然后呢，今天重新布局啊，今天重新布局啊，9:21。9060附近直接试价放空嘛，今天重新布局啊，我们上礼拜五、上礼拜四都做多，今天呢做空啊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的会员朋友就把88搬回家了嘛，今天我们的会员朋友把88搬回家了。各位呢，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吧，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吧，不要怎样，不要再看那些神话故事，或者是什么老师在电视上解盘
解什么？解多方趋势，结果手上都握什么？空单，这是哪一招？这到底是哪一招？我相信他们的会员朋友应该也是一头雾水啊。想清楚，各位缺少的是什么样的资讯呢？是精美的解盘分析报告，还是像我们这样专业的实战多空讯息？看见未来，决胜今日哦，绝对不是只有今日哦，决胜每一天啊，决胜每一天啊，立即购，先来先赢，天天好事就会发生了。什么叫做天天好事就会发生？什么叫做天天好事就会发生？像今天88点，然后呢？这个礼拜，上个礼拜396点，把握中场机会，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，谢谢各位，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大家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好妈妈，用心即用心，每天轻松享用健康美味的鱼料理。庆祝好妈妈饮食周年庆，全省各大卖场均有促销活动，欢迎选购。实在太划算了，林老师破盘价，挑战最低门槛，一个月短天期试吃价只需要8800，即可体验专业操作，节省投资人荷包，用更低的负担享受更专业的操作，迎战当冲立即行动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哎，奶酪妹 ，QQ， 红豆哥，香香 ，QQ， 香香，香香配 QQ， 爱滋味奶酪红豆，香 Q much much， 甜蜜的邂逅，爱滋味奶酪红豆，爱滋味。参与金融市场总是见数不见零，见零不见数吗？证券期货双分析师林老师带您纵观全局，期货市价群组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策略班，股票特别会员，多元选择，旗鼓双赢，让您运筹帷幄，掌握多空关键。快拨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铁桥柠檬茶，哦哦哦，那那那，引爆你的畅快。铁桥柠檬茶，实在太划算了！林老师破盘价，挑战最低门槛，一个月短天期试吃价，只需要。